各位美丽家人 TV 的观众大家好，我是 Gigi。 这一次来到台湾是为了我的新 EP 国语 EP Butterfly Kisses 做宣传。那这一次这张 EP 我希望可以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把我生活当中的快乐还有舒服自在的心情，透过这六首歌可以很彻底的用自己的词曲去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心情还有人生观。我觉得结婚后的心情最大不同就是生活里面多了一种自在的感觉，而这种自在的感觉是因为你的心里面充满了爱，所以你在另外一半的面前你可以做一个100%的自己，都不用去想太多，